找了一个新的，大家不要重复进群，好吧？没进群的我们可以进一进，好吗？看看啊。OK 了，没有人进来吗？主页建了个新的，大家看看，没进群的，没进群的，我们进一下，好，哦，进一下啊，哦，进了群的我们就不要再进了，好吗？哟，怎么进的这么快？大家不要那个什么啊。大家不要，就是已经进了人气无门槛的，大家不要那个什么，进了群以后，大家一起分享分享那个分享人气票，好吧？一起分享人气票。进了群，大家一起分享人气票啊！大家不要重复进群啊！我们现在第一吗？谢谢村长。还是我们还没到，谢谢村长送的大蚌壳，差四万第一是吧？谢程程，谢盼，谢谢阿猫，谢谢余温，谢谢 TX， 谢谢可可，谢盐，谢盼。操作失效，应该是卡了。进人吗？现在是51万17分钟，今天必须得百万加了，应该。今天送免费，我们等57的时候，我会换一个群，然后撒，然后大家再送，好吧？谢谢往事随风，谢谢是九不是六，谢谢瓦龙。我们差三万第一，宝贝们来一起贴贴。谢谢往事随风送的一直陪伴我，谢谢往事随风。你全扔完了，没事，不浪费。你现在扔了也是的，不浪费啊，没事的。好的，村长，卡三万八第一，宝贝们，谢董事送的人气票，谢董事，谢加菲猫，谢谢愿望会实现吗？福袋忘了 ，sorry， 我们发了几个？这第三个了吧，应该。我们晚上一般是11点左右直播啊，差3.5，宝贝们，挂满就睡觉，好。大家进了群，记得领一下免费的人气票啊！互相分享，领一下免费的人气票。What is that？谢谢农农宝贝，难受怎么了？谢谢星河不入眼，谢谢董事送的 Love 灯牌，谢谢 Yuna 送的人气票，谢谢六子哥，差28哦，宝贝们，我们差28第一，谢谢兄，谢谢星河不入眼，谢谢 WEK。小肥，谢谢 SY 斯，谢谢好久不见，拉满了 ，OK， 来给大家换个歌。这什么歌？
谢谢往事随风送的卷轴。谢谢池里，还差1.5万，我们差1.5万第一啊，差1.5万。欢迎不争，1.5万就差1.5万，一起努努力，一起努努力，一起使使劲，一起丢个10票8票的。13,000，助力人数大家能看到吗？现在的助力人数。谢谢一休是光头，谢谢吉吉，谢谢蒲风一海，谢谢迪，还差10,000，谢谢北间，甜快的福今天念过了，真真，差一万。Let's just get this straight for us. 欢迎酷酷的高。小修他们在忙啊，在处理事情，处理好了就会给大家播了啊。我们现在只有1000多个人助力，宝贝们，我们有灯牌的宝贝们，一人一张付费人气票，我们占一占人头。你观看直播满20分钟，他会送给你免费人气票的，左上角黄色的小爱心，点助力打榜，你就会看到你有一个可用人气票，会有30或者是50或者是80张免费的人气票送给你，你可以把这个送了，然后我们占一占人头，好吧？我们现在第一了，来稳住稳住啊，稳住！我们上一上60万，上一上60万，应该还没到60万吧？稳住稳住啊，稳住，不要被超。我们现在1250个人助力，我们上一下1500的助力，好吧？稳住稳住啊，我们上一下1500人的助力。谢谢 SY， 谢谢吉吉 King， 谢谢吉吉 King， 谢谢柴油，谢谢傲娇。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got a mental freeze. 助力人数我们有一点少哦，宝贝们，我们上一上助力人数，上一下1500，上一下1500，宝贝们。一起往上使使劲儿，好吧，一起往上使使劲儿。他们上的好快啊、哦！是黄色，我们打个红色的。谢谢 Forever 送的礼花筒，谢谢 Forever， 欢迎酷酷的高。我们现在66万，来上一上70万，宝贝们，上一上70万。现在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谢谢阿阳，谢谢18岁，谢谢 Angela， 谢谢 Angelia， 谢谢冰雨，谢谢艾坤，谢谢你好呆，感谢大家送的人气票，谢谢，谢谢刘，谢谢冰雨，谢谢猖狂。我们差3万，我们差3万啊，我们快70万了，一起上一上70万，我们差3万，贴贴第一啊。没关系，大家在直播间的有能力的，我们互相帮忙搭把手，好吧？主页无门槛粉丝群应该还有位置，大家可以一起去领一领免费的人气票，还有位置的啊！大家没领免费票的，我们进群领一领免费的人气票，好吧？福袋开了，我们可以一起送一送付费人气票。谢谢 Yuna， 谢谢 Yuna， 我们有人气票，都可以一起上一上人气票哦。谢谢79，谢谢坐数繁星，谢谢泽，欢迎弟弟，欢迎弟啊，谢谢世风，谢谢月亮宝贝，谢谢尊贵，谢谢诺诺，谢谢初玉，谢谢海绵宝宝，谢谢吾皇万岁，谢谢猪仔仔，谢谢猪仔仔，谢谢弟弟，谢谢弟弟送的人气票。距离了吧，我们现在应该差个7万左右。欢迎星啊，送完睡觉，晚安晚安 Joker， 晚安。互助分享，领一领免费的人气票，好吧？我们一起贴一贴第一好吗？贴一贴第一啊！
我们不会领的时候，最后冲刺肯定要撒一下。我们不会领的宝贝们，我们进主页，我们砍粉丝群，问一问大家是怎么领的，好吧？怎么分享的？我们一起领一领免费的人机票，每一个人都会有好几百张的免费人机票的。谢谢明天见，谢谢 OY。我们现在是73万，我们上下75万。我们差6万了，宝贝们，就差6万了，差6万了，我拉近距离了，差6万了啊！人气榜在左上角黄色的小爱心，然后助力打榜里面看。74.9万了，我们上一上80万，到了百万加我们就看不见了，是吧？到了百万加以后看不见以后，我们努力涨一涨，涨一涨那个助力人数吧，好不好？谢慈然，谢慈然。宝贝们，不到6万了啊，差5点多万，1500人的助力，来，我们一起上一上2000人助力，宝贝们，我们直播间将近5000个人，没有2000人助力，有登台的宝贝们，我们一人送一张付费人机票，可以占一占人头，然后左上角黄色的小爱心点助力打榜，你只要有登台，他就会送给你免费的人机票，你只要看了一会儿直播，他就会送给你免费的人机票，我们可以一起把那个送出，然后占一占人头，好吧？助力人数一起上一上。我们5000个人，他们才200人助力吗？没事儿，我觉得咱们的免费票可能会多，对吧？大家是不是都其实兜里藏着呢？我们现在上一上80万，还差2万左右，我们上一上80万啊！其实是不是其实兜里都藏着免费票呢？谢谢往事随风送的纸短情长，谢谢谢谢世风，谢谢慈然。谢慈然送的人气票，谢谢随风飘扬。谢谢爱吃兔兔。我们打满，谢谢赤兔，谢谢赤兔送的人气票。我们打满的宝贝们一起领一领左上角的福袋，好吧？我们一起领一领福袋啊。没同意也不需要同意啊，进群不需要同意啊。主页有无门槛粉丝群是不需要同意的，宝贝们，有留有票就行啊，别那个打个措手不及哦，好吧，别打个措手不及。我们有免费票的，我们尽量去领一领免费票，能领多少领多少啊！抓好自己的票票啊，抓好自己的票票。谢谢100种 like， 人气票送完了，好的好的，谢谢往事随风，掐好自己的免费票啊。管理记得一会儿看一下咱们家现在能偷多少的票吧，最后57的时候看能偷多少啊，看不见100万加，那就我们凭运气看什么时候能变成第一吧，好吧？这两天是会就是他没有那个榜是看不到。群会解散吗？群不会解散，但是你很长时间没有来的话可能会清理哦，宝贝们，因为群它只会越建越多，然后很多人他还会进好几个群，所以我们可能会时常有的时候隔一个月隔个10几天20几天，我们可能会清理一下登台掉了的宝贝们，但是我们这个人气无门槛可以是重新进的，可以重新进的，然后大家不想被就是经常被清理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升一升登台，到了7级我们的7级群就不会经常清理了，好吧？免费啥时候送？我们等最后50几的时候，再等个20多分钟，好吧？再等个半个小时，我们最后50几的时候一起换战歌。我说撒偷塔，然后咱们就偷，好吗？来，我们85万一起往90万贴一贴。谢谢零度送的人气票，谢谢玉莲送的人气票，感谢大家。谢谢好久不见，谢谢谢谢零度，谢谢吃口橘子，感谢大家送的人气票，谢谢星花，感谢星花，谢谢玉莲，你这个名字是叫玉莲吗？我们
助力人数上一下2000吧，宝贝们，还差两百个人，两百个宝贝，我们还差两百个宝贝，一人一张付费人气票，我们占一占人头。谢去冒险的梦，你在干嘛？来，波波。人气票，谢谢愿吃妹，谢谢红红，谢谢爱说，我们上下90万吧，还差3万。啦啦啦啦，谢谢隔壁小林，谢谢红红，谢谢南蜜。这不和我修总的打法一样吗？哥们以前就是57的时候偷。谢谢娇气小子，谢谢娇气小子，谢谢南蜜。谢谢告鱼宝贝，谢谢你，谢谢拉拉屋，谢谢再相遇，给大家接个 PK 吧，好不好？接个 PK， 要不干打太难受了。Hello，你们好。Hello，你好，英文姐，好久不见了，还能实现。Hello，你笑那么开心，实现了，你笑那么开心。哎呦，我跟你赶快赶。你怎么玩呢？那个我们三打一二三四可以吗？三打二吧，啊、哦，一二三打二，我们不就五个人吗？五个人三打二，可以啊，你这都可以啊，你这不是先这么参考啊？就是你这么参考，就是我大姚和那个秋氏一组，然后打他们两个是吗？嗯，啊、哦，可以，不是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他们同意，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三打二是很难打的，让我们三个打你一下怎么的？打我们一下，打我们一下，为什么要打我们啊？我们没有条件。可以啊，我敢接，你敢不敢？敢，我要霸凌你这个抖音。可以啊，可以啊，你的抖音，你也不敢说这样的话，霸凌你直接，来吧，你也别敢说这样的话。我们过去，真的，你出去。好，是大姚，好，开始吧，开始吧。不，啊、不是，哎呀，不是，大姚，哎呀，大姚你真厉害，可有条件，老铁不对，不对，老铁，不对呀、啊，守护大姚。怎么不对啊？就是这样。而且我重进一下吧，不是啊。对的，没事，我们这样直接算分算了。我们三个打成率。算了，让我们三打一啊，咱我们三个打成率啊。OK。怎么忽然手这么快啊？好抓马呀！手怎么这么快呀？三打一啊，老铁，我们三个打成率啊。成率不太好打，姐妹们。咱们众筹一下吧，不要拖后腿了。行，那我们开始了，真的开始了。我们一二法三四，真的开始了。咱们都已经到这了，你跟你说一二法三四，开始了。你讲做我打住，我们下播了。谢谢冉冉，谢谢。我头发为什么这么好？真的三打二啊，真的三打二，连个 PK 给大家，要不太无聊了。给大家唱个歌，好吧？唱个歌，看看唱个什么，今天没唱的歌其实还挺多的。嗯，这个哎，这个我好像不会完整的。谢谢薄荷，谢谢小李同学。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
我的飞球。他们的女生嗜好就是照顾那个女生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几个生活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看我化身长城一把他们击退、yeah。刚觉得好炽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不会避躲，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繁星突然撞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飞球。 Best dress special, dance for me。You are the best dress special, danc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dress special, danc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dress special, dance for me. 飞球送给大家，谢谢往事随风送的两个小人偷偷摸摸在海边谈恋爱，谢谢。谢谢宝宝送的人气票，谢谢宝宝。谢谢往事随风送的 disco， 我们最后二十秒啊，最后二十秒，11万，这怎么打啊？11万是什么东西啊？11万，三打一算确实打不过，确实打不过。11万是什么？确实打不过，确实打不过。谢谢往事随风，谢谢宝宝，谢谢薄荷嘉宾，谢谢小李同学，谢谢妈妈，谢谢，谢谢小修，谢谢小修送的公主城堡，谢谢小修，谢谢宝宝，谢谢柳城家芝麻，谢谢芝芝，谢谢宁熙，谢谢十二，谢谢痴心，谢谢竹心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两位，好吧，这打不过，那我们怎么防呢？是一人罚一个吗？咱们一人罚一下那个大姚，一人罚一下大姚是吗？哦，我们三个打大姚一个是吗？哦，这么快又变了何秋实。你哥以前绝对做情报工作的，他哥以前肯定。什么意思啊？这个声音怎么有点像？那我们第一个就罚何秋实，第一个就罚何秋实，第一个罚何秋实。来，我罚何秋实，先给大姚夸赞美一下大姚吧。赞美。如果赞美的不好，如果你赞美的不好，大姚觉得赞美的不好，你就原地跳。我为什么发上来？我不同意。首先，这是惩罚对吧？你惩罚让他夸我，你什么意思？赞美你啊，赞美你。如果他赞美的不好，你不同意，你不满意的话，他就跳。赞美我是一种惩罚，我不同意。那我骂他行吗？我也不同意。骂他吗？骂你是一种惩罚吧？不同意，惩罚我。你啥都不同意，你等着，等会就轮到你。骂我不同意啊？那骂我是惩罚我呀？那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可以惩罚你骂何秋实啊？咋了？你俩互骂不行？我不想骂他呀，他那么可爱，为什么骂他？感谢往事随风，谢谢往事随风。你说。你说，就是你说，何秋实，你说，不想说了。那就罚何秋实喊个麦吧，他不就喊麦？他会唱跳，他会唱跳，他会唱跳，他跟我说，我不会唱跳啊。他让我跟他连麦，给我唱跳。好，那就唱跳。他，我唱跳什么？就那个，那上次不是跳一个很可爱的，可好？那个我不会，我不会唱那个玩意儿。那你就喊麦吧。好，喊麦。喊个麦吧。行。
又献丑了。我已经好久没喊麦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啊？喊个什么？我也可以喊麦。大姚想听什么喊麦呀？我都可以啊，都可以，来给你拿手的吧。那跟大姚 battle 吧，两个 battle 一下喊麦。可以。那玉萌呢？王玉萌呢？玉萌姐会 say no， 我啥都会，喊麦书上都会。好了，你们三个掰头把喊麦吧，掰头喊麦。可以。如果谁被我评分最低，就要做十个深蹲。可以，哈哈哈。嗯，咱们评个分。谁先来呢？我帮一手，直接。秒杀全场的喊麦哦你又记错了，没有哦，对唱那个英文歌，敢不敢干？故意的是吗？故意的啊，给你，嘿，哎，哎。马蹄声声响起，满天飞沙雷雨，当我手持方天画戟，七日春压在这里，一当你我的血气风光，一曲高歌我斩边疆，踏马出征挂龙枪，说春压令泪震四方，武曾听我动沧海，霸气令泪从未改，百万大军被我甩，手往事如烟脚下踩，征战与营三年，我回想往事甘甜，令泪道路几千言，我已卸甲归山田，我就站在冷风中，看雨落下了听风声，看风声我的吹动古筝，看那狂妄的冷风，启动山河随风刮，我的满庭之谷满庭沙，梦里梦外梦见他，我一个人我分啊吹啊花。可以，我听大姚的吧，听大姚的，听玉这个王玉萌萌的。好，那我们那咱们俩谁先啊？叠词。啊，你先吧，因为我票最少。我在这选的那个平板。那我那你错了吗？当时就叫王玉萌。因为他一喊海的就很玉萌，就很开始乱了。你给意思。开始啊，大洋。玉萌啊。马头领搞吧，为你置办卡地亚2022，祝你名满天下。我要再做这首曲，我要火得够彻底，我要这把蛟龙椅，独霸在我内心里。你曾仰慕的身姿，从相伴到相知，那就提笔写名诗，尊称我一声威师。这青山绿水与我佳人媲美，这妖魔之鬼怎敌降龙有悔，这昙花一现听我完美声线，这格局在变，看那苍龙在现。这个比喻我画心游，对，我来，好厉害，别笑，大眼儿。行，那我这样吧，我没有声卡，我就这样就放了，我就不用耳机了啊。嗯，你的声音可以穿破的。别这么说，我其实我都很久没有喊麦了。嗯，一首《大话西游》送给你们吧。哦、啊，行，唱歌了，唱歌了。提笔在画西游，山外青山楼外楼，多少次再回眸，却忘不掉你的温柔。下凡寻一众人，500年前一座坟，不服仙也不服神，却留不住你的魂。是我太过可怜，放不下这孽缘，最感人的语言说让我爱你10000年，这一次我要赢，说然后一路西行，我已忘了我的名，却没能忘了你的情。哇塞，可以，哇塞，这他真可以，可以，到东北的，能喊到这个程度了，已经好久没喊了。我爱一人，我已经绝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因为这个好久没喊了。算了，再来，真的很厉害。我老婆也要来一个，我老婆喊麦可厉害。我不，我可以，我老婆超厉害，再喊一个，给我喊一个，喊一个，一人我饮酒醉，喊啊，没事，我老婆超厉害，超会喊麦，
哎呀，多我给放曲。哎呀，多不好意思啊。没什么不好意思。是吧？哎呀，真的不会，我真的不会。快点嘛！一人我饮酒醉，醉把那佳人成双对，两眼赤毒相随，我只求他日能双归。娇女我轻抚琴，宴席我紫竹林，我痴心红颜，心甘情愿，我千里马去寻。说红颜，我痴情笑，举动。挺好的，挺好的，很好，很棒，很棒。牛很牛，可以，太棒了，可以。咱们这一局叫做文艺复兴局。嗯，我觉得我文艺复兴，没有，你唱文艺复兴，这可好。咱们你嗓子，我做嗓子没不难受，我做十个声音吧，我跳最长。嗓子不难受，跳两声，我做十个吧，我跳最长。好，可以了。嗯，好。行，嗯，好，那我们就，那我们走了。好嘞，好，拜拜，好，拜拜，行，拜拜，开心，拜拜大家，好，再见，拜拜，拜拜，再见，拜拜，拜拜。他们两个真是情侣吗？真的是情侣吗？我最后还有十多分钟的人气票，最后还有十多分钟的人气票。人气票别忘了，人气票，人气票。追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哇。You don't know the Justin, you and me. Drive my car, 带你提起到了神经，追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看星空就当在好莱坞山顶。You don't know the Justin, you and me. 谢谢努力往上上一上，我们现在是第三啊，现在是第三。So what's the matter? No, what's the matter? For you, I can be better. 放心吧，我不是坏人。我在楼下等你。打开了 radio. When you're ready, yeah. Come on, 上去吧 ，Here we go. Here we go. Let me know. 谢谢泪，谢谢泪开通的会员，谢谢泪。草莓味道，耶。剩下的冰淇淋奶油还在嘴角，耶。Drive my car, 带你一起到洛杉矶。我们距离第二就差一万，宝贝们，一万一万就差一万，不要两万，不要三万，只要一万，只要一万。没有什么不理解的，不，没有什么不理解的。我们喜欢我们就尊重祝福，不喜欢的话我们就不看，好不好？都要互相尊重啊。那你也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别人理解呀，对吧？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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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解的啊。Drive my car, 带你一起到洛杉矶。追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看星空就躺在好莱坞山顶。欢迎张峰。Do you want me? This is a wonderful life.你知道我不放心你自己在外头。这个歌听的人挺多的。好天气。Baby, hey, 我没有打扰 away, hey, 我们还有最后十二分钟，左上角的福袋我们领一领啊，领一领。我看我还有多少，就差一万。喜欢我喊麦啊，谢谢慈然，谢谢慈然送的人气票，谢陌路，谢小月。免费的我们等五十七分的时候丢啊，一会儿给大家稍微发一个大一点的，然后我们等五十七的时候一起送一送，好不好？追着风的你，暖意落入着你。You don't know the justice。我觉得第一现在是多少，能看到吗？是不是看不到了？都是百万加了。你骂我，你个大笨蛋，是不是看不到了？欢迎梨，欢迎梨，谢谢陌路，谢谢浪漫，谢谢清志，谢谢九三，谢谢鱼儿，谢谢大家送的人气票。差第三一万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第四吗？我们助力人数上一上呗。今天不打游戏哦，今天不打游戏。我好像也能那样，我试一试哦。
们就上一上助理人数好不好？我们一起上一上助理人数。我是那个腔调啊，哈哈。我要再做这首曲，我要火的够，拉倒吧。发个大一点的福袋啊。为什么我没那味儿呢？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我没那味儿啊？我要再坐这儿。谢好久不见，谢傲娇。我要再做这首曲，我要火得够彻底，我要这把蛟龙椅独霸在我内心里。你曾仰慕的身姿，从相伴到相知，那就提笔写名诗，尊称我一声温师。这青沙绿水与我佳人媲美，这妖魔之鬼怎敌降龙有悔，这昙花一现听我完美声线，这结局在变，看那苍楼在下。怎么样？鼻音，我要鼻音是鼻音的问题。我要跟我这不太合适吧？怎么样？我觉得还行，还可以吧？对吧？是吧？哈哈，什么？哈哈，什么东西？我觉得还可以，嗯。怎么了嘛，火星宝贝？谁在说懒羊羊喊麦的？你烦不烦？怒音，哎呀！谢谢 C H O， 谢谢 C H O。很棒吧？我觉得挺棒的，夸夸我自己，太牛了，太牛了！以后经常给你们表演表演啊，这个有活的都。我不抽烟，我不抽烟。谢懒着理你送的灯牌。哎，这怎么老痒痒？欢迎遛猫的耗子，我们还有最后六分钟啊！你们怎么知道差三万？这是打人机票，对，打人机票。你们怎么知道差三万啊？不是看不到吗？只能看到，你怎么知道差第二三万啊？谢谢六月，你是不是不管差多少都是差三万啊？长得像玉姐，声音是啥呢？我也可以玉姐。啊，我可以玉姐的，真的。有提示啊，差3.2万，宝贝们。哦，可以差哦，那三万我们一会儿直接就是。悄悄摸摸。
等五十期的时候，五十期的时候，我直接改革，我直接撒，然后你们就上，知道吧？五分钟，还有四分钟，四分钟，谢谢绿，谢谢绿送的人气票。悄悄，好，我们的福袋开了，福袋开了，我们现在239位壮汉，我们239位壮汉，我们掐好手里的票，先不着急，不着急，等我们一回五十期的时候，我直接撒。先找好歌，准备准备。只要彼此都还拥有 Yeah, we start gaining this room 其实也是种满足爱热能在翻涌但真爱情色好得多好得多分的手里会再松开了准备准备谢谢小阿四一会儿再偷啊准备好准备好了吗我们倒数免费别忘了丢了宝贝们左上角黄色的小爱心助力打榜你看直播他会也送给你免费的人气票都点开看一看只要有灯牌点开看一看只要有免费的我们都要丢不要忘了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没有任何能阻碍我要赢的心态你永远都不会把我击败没有任何能阻碍你知道我好我们第二了来我们第二往第一天先还来得及没偷的赶紧偷啊又第三了啊我们努努力来就把第二抢回来努努力努努力来我们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差的不多差的不多差的不多快丢快丢快丢全丢全丢冲冲冲冲谢谢鲨鱼谢谢鲨鱼谢谢盖子谢谢小佩老婆谢谢奶王小月饼谢谢12来还有一分钟还是第三来我们往前贴贴怎么还是第三上没上去看过仇恨的目光会让你变得慌张从不畏惧死亡心早已充满能量我们分身第几啊第三可恶呀拿下
下拿下，很棒很棒。可恶，他们偷的比咱们猛。不行，咱们助理人数很多是吧？哎，可恶，咱们助理人数多，那是为什么呢？哦，第一是皮皮猪啊，他家很有钱，他家很有钱。第一肯定，好，我们有三，我们有 top 三也行。王老三，我闭嘴。很棒，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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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叫我王老三。大家发个福袋。哎，可恶啊，没偷过人家，没事没事，很棒了很棒了，辛苦大家，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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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放一首歌。辛苦辛苦啦，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怎么了？这是一首感谢的歌曲，多好啊！谢呆鱼，谢呆鱼送的灯牌。这是一首感谢的歌曲啊！怎么了？什么都没剩下，除了留下的毛衣，被你忘记，应该忘了带在我的外套里。灯红酒绿也没能够让我忘掉你，忘掉你就像是一个小。播到几点，王老三？我给你们再唱一会儿歌，好吧？几点下班？今天估计我再给大家唱一会儿歌，一会儿看看吧，好不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没送灯牌的，我们送灯牌哟。他这个灯牌怎么没有 top 三啊？聊会天也行，聊会天也行，唱会歌也行。他没来找我，他在武汉处理事情呢。今天不打游戏哦，今天不打游戏。变了变了，平安符已经念过了，谢谢智顾，谢谢智顾送的蜡烛灯牌。谢谢一百种耐克，谢谢一百种耐克，谢谢多喝多喝什么东西送的礼物。一百种耐克，喝点水哈。贴贴小魔仙，贴贴，呜啊呜啊！头发是真的，是自己的。这两天可能打不了游戏啊，要过两天哦，宝贝们。谢谢痛送的大灯泡子，谢谢痛。好了，我们福袋开了，恭喜我们146位宝贝获得了福袋，祝你们好运滚滚哦。谢飞言送的爱我，谢飞言，谢谢绅士，谢绅士送的真的爱我，谢谢绅士，谢绅士送的两个真的爱我，谢谢。烟火人间我不会哟。谢王小河，这个我只会给你。
台湾。欢迎你哥还是你哥？聊会天，聊会天。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十一点半下班吧，好吧？别哭了，别哭了，聊会天啊！真的不快乐不会，真的不快乐不会耶。今天播到播到一点半吧，好吧，今天10:40上的播，
11点40，11点40，12点40，1点40，播三个小时差不多。欢迎小六，小六今天来的好晚啊，1点半。1+1为什么等于2？因为所以科学道理，要想知道拿来抄表。嘴瓢了，嘴瓢了，播到一点啊，1点半。对，热度消好多了，但是他有事情没有忙完，等他忙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一起打好吧，不着急嘛，不着急，不着急啊。谢小六送的幸运星。法学姐姐，道法学德不是特，道法是什么？道法？那我们这个那个什么直播间不能谈论这些的啊。他也不是没有好好上班，他只是最近有事情很多没有处理完，处理好了就会给大家播的好吗？我们打完人气票了，今天打了个第三呢，打了个第三。你们着急，你们着急啥呀？到时候会告诉你们的，好吧？贴贴，各位宝贝，怎么会叫铁牛？因为大家一开始就叫我铁牛，他也叫我铁牛，就是个外号。大家一开始的时候说我长得像李逵，李逵的小名叫铁牛。聊会天吧，我们今天1点半下班了，1点半。不是打游戏认识的，他给我刷礼物，他是我大哥。每个群都会讲吗？到时候会一起通知大家的，好吧？到时候就是跟你们说今天要播游戏啦，然后你们就知道了啊。都4级了没等到，再等等呗，好吧？才4级呢，那些10多级的都没说呢。谢谢小六，谢小六送的口红。这个野川泽，我可以念及，我心比较软，我可以念及你有我的3级灯牌，我可以念及你是可能是在开玩笑，但是你要在我直播间再说这种话的话，我就给你拉黑了啊。要过几天再播啊，再过几天再播。我们那个群进去半年了，一次都没有去过什么群啊。啊，你说群里啊，他没有一起发过通知吗？肯定发过通知吧。盼别人点好，好吧，盼别人点好啊。所有在这里抖机灵的，我跟你说，我不跟你那个什么啊。你这种人，你在这问，在这抖机灵，你觉得你很搞笑吗？你这样问的就是你纯属心坏，你知道吗？你这人就是心坏。管理看到问那个说什么时候怎么怎么样的，那些直接给他拉黑，好吧，不惯毛病啊。你这么纯纯大坏蛋吗你？你这从里都外到臭了，你都。如果发跟他有关的，也是发在小号，小号叫我的兄弟叫铁牛，好吧，大号应该不会发，大号应该还是唱歌的，以后也不一定。铁牛恋爱以后变了，我一直没变啊，铁粉都知道，我从一开始，我现在只是变得有一点拘谨了，比之前拘谨了，以前的时候挺放肆的，现在拘谨了。小号没更新啊，小号没更新。谢谢小六送的亲亲，谢谢小六。今天他应该不揭晓吧，他今天给我送了个城堡呢。他今天给我送了城堡，有预谋，这小东西。是比之前拘谨了是吧？
有说法的，有说法的，都是有预谋的啊。肯定是有预谋。对，我温柔了两天，温柔了大概两三天吧，两三天应该有的，后来就开始骂人了。恋爱以后都不怼人了，我就是稍微拘谨了一些，我这两天该怼也是怼呀，对吧？你几岁啊？好几次了你。我这辈子没抽过烟啊。你在说什么啊？我在那念人家的弹幕。我什么时候，而且我也没有说，没有念有烟瘾啊。我说有烟瘾，哥，你把你耳朵里边驴毛拔一拔好不好？我说我有烟瘾，我有一点烟瘾，哥们儿，他这耳朵，那不至于吧？这就，他好歹也是大好青年，怎么耳朵背成这样了？我说有咽炎，咽炎。他不问我老咳嗽是为什么？我说我有咽炎。小何，好主播不打哈欠，又成我吐字不清了。啊，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普通话不保准。啊，对对对，我不追星啊，我不追星。
没事，我没往心里去。这种的没关系的，我讨厌的是那种就是你不知道瞎在那造谣的那种，就是说我，哎呀，就是这些人感觉哇丢，就是比我的管理还了解我的时候，我都在管理群里面，我都说，为什么这帮人觉得我段位高呢？是因为啥？是因为做到1000万粉丝段位就一定要高吗？哎，我自己说我段位高，我管理都笑，知道吧？管理成天骂我蠢，成天说我蠢，成天笑我。我要自己自诩我自己段位高，我都哎。就这些人就是张口就来，真的张口就来。傻过疯过是会受不了了的条件。拒绝五级太难了，要七级才能进啊，七级才能进。不要人浑浊的雨水总能吸引的耀眼，那微光越是浓烈，脱下太好看，其实磨脚的鞋。无限未来，从第一眼，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说我段位高的都是只看过我的视频，没看过我直播的人。你但凡有一个人看过我的直播，你能再出去信誓旦旦的说，哎呀，王一萌段位贼高，你出去，我跟你说，你带这个话出去，你都被别人瞧不起，真的，被别人嘲笑，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这话。你咋办呢？你说。你这这这这这这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谢你瓜脸？傻过疯过是会的条件。音乐是自学的，我是学化学工程的大学。卡推的遥远，第几夜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之变成干眼，眼神多少次毁灭。我改不了名字，你到什么时候能改？未来从第一夜，黑白分明是。欢迎茶语，你改的时候你记得告诉我一声啊，你要改了以后我又再不知道你是谁了。是没有办法，人太多了，你说不过来的，就是说啥的都有，现在说啥的都有，没办法，你只能做好自己了，好吧。方海，你以为我看不到你的弹幕是吧？嗯，方海，你前面带着个大大的管子，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有多显眼吗？谢谢乔一，谢谢乔一。说是今天你刷新试试看看呢。守护着完成我们的语言，守护着。欢迎小菠萝，马上下班了，马上下班了。这湛蓝的天际线，下班喽，下班喽，我们今晚再见吧。晚安大家，我要下班咯。其实是我是着急上厕所，所以咱们就下班吧，憋死我了，今天喝了半壶水，然后也没有上厕所。谢小佩老婆送的旅行车车接我下班，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
谢谢火星宝贝送我的车车接我下班，感谢大家今晚的支持与陪伴，我们今晚再见吧。谢谢老伯送的飞机接我下班，走了走了，不唱歌了，我们走了，拜拜。谢谢湖州博客图，谢谢湖州博客图开通的会员，感谢老板君君的姐溜溜了，早点睡觉哦，晚安晚安，我们今晚再见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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